假如食物的物价颠倒而也不变。煎馒头真难吃，你居然吃馒头，你不用嘲笑我，我哪敢，能给我闻一下吗？你还有这癖好？你这馒头我出一个亿买，他是不是傻了？求求你卖给我，给你，馒头太香了，肯定傻了。爸，我发财了。就你能有多少？一个亿，这么多钱又卖了一个馒头，你是不是傻？一个馒头起码值五个亿，咋可能？现在食物比黄金还值钱，那这碗粥得值多少？起码五亿，我要发大财了。拍卖现场开始。小屁孩，你能拍卖啥？看昨天煮的粥。你还真有东西，我买，别跟我抢。我出两亿，我出三亿，我出五亿，算你赢。接下来第二个拍品，这不是可乐吗？这是酱油，这玩意儿稀罕。就是，我还听说酱油炒饭特别好吃。我要，我也要。比拍价五亿，我出十亿，你怎么不抢？你这么爆，谁能抢？恭喜你，这瓶酱油你的了，赶紧拿回家炒饭。还有东西吗？再来点。就剩个窝窝头。您可怜可怜我，便宜点卖给我，我也一辈子都没吃食物。真可怜，你说多少钱？三个亿，行吗？太行了，给。呜、哦、你哭啥？食物太好吃了，真可怜。爸，我回来了，咱是不是有钱了？没错，还是亿万富翁。天哪，那还等什么？消费去。走，有钱的感觉就是好。假如来到2082年，这手表好看，十亿，买不起。粉丝支付只需要100个，我百万大网红，买了。好嘞，手表您的了。这破地方咋没车？有，带着火箭啊！现在都是火箭出行，真帅，快带我飞，起飞！上天的感觉太爽了。到了，我粉丝支付，支付10个粉丝，真便宜。给，买鸡腿，香辣鸡腿，真香。来一个，请支付2个粉丝。好嘞，给我，敢抢我鸡腿？这些鸡腿我要了，包括这个。凭什么？我比你粉丝多。大顾客，这需要800万粉丝，给你100万，剩下的当小费。粉丝，你敢这样花？粉丝就是用来消费的，太过分了。你是羡慕吧，我爷给我留了10亿粉丝，这么多。你爷是谁？王小丹。臭小子，你敢打我？这些鸡腿全退了，你管不着，包起来。我是你爷爷，我才是你爷爷。小子，哎呦，打人呢。走，放开我，让你爸出来。你咋知道这是我家？这也是我家。吵死了，你们干啥？爸，救救我，他打我。敢打我儿子，我还要打你呢。哎呦哎呦，气死我了。这力道咋那么像我爸？我就是你爸。哎呀妈呀，爸还真是你啊。不是吧，你还真是我爷爷。你儿子花我粉丝，粉丝不就是用来花的吗？可是他买鸡腿就花了100万。什么？你敢乱花钱？哎呦，我不敢了。呜呜呜！假如人的一生只能说10个字，哎，看啥气？晦气！你有问题。瞎说！我给自己号脉了，身体杠杠的。患儿有这癌吗？罕见癌症。我从小不爱说话，跟这没关系。这癌是经常说话不经大脑得的。医生好，正好，这就是一名患癌患者。看不出的癌。他20年没说过话了。牛啊！得亏来得及时，现在还剩2个字保命。万一他说梦话呢？不说，憋了20年，就因为你人没了，你还剩10个字了，惜命。王小呆，我想过了，你说句话我就同意和你在一起，你不想跟我在一起，骗子。臭小子，你吓我一跳，这啥厉害啊？爸给你做红烧肉，半个小时后吃饭，不爱吃啊？还是想要啥礼物？咋不说话？是不是飘了？忍无可忍，找揍。哎呦，居然不哭，不能说话。为啥？我得话癌。这谎都能撒，啥玩意？还真是话癌。爸，再见了。儿子，呜呜，你好，医生快救救我儿子，我是来解释的，说你儿子得话癌的是我们医院的患者，对不起。啥意思？根本就没有话癌。哈哈哈，小美，我来了。这乌龙也太吓人了。假如一天花完10万亿，我爸开跑车接我。你呢？我家没车，真穷。啥是你？我爸来了。你爸开火箭。儿子走。爸，我同学校咱家没车。简单，地球所有的车都给你买了。第二天，儿子我亏了1亿。别太难过。我难过啥？你花钱去。不去。必须去。这10也花去。太多了，减一半。做梦去。哎呦，帅哥，来个汉堡不？没兴趣。这是海鲜汉堡，没吃过。来一个。给。美味。多少钱？100块。到账10亿。哥，你给多了。你帮我花。这忙我帮不了。求你了。站住。老板，你就拿着吧。真不能要。哎呦，到账10亿，钱还你了，汉堡送你是了。我钱真花不完，你钱多，捐给希望工程啊。就是啊，我捐款。填表10亿，你刚填就完呢？到账10亿，你还真有。走了，请问你叫什么？不重要，叫我雷锋。我给你颁个奖。雷锋是不需要的。爸，你儿子回来了。看样子钱花完了。没错，一分不剩。不错，再给你100亿，明天必须花完。不能这样，让我休息2天。当我儿子1分钟都不能休息，花钱。行，我马上去花。等你好消息。你搞，吓我一跳。我再捐100亿。什么？给你钱。再见。我的天，这什么人啊。假如人越活越年轻。老婆辛苦了，很臭人了。错了，儿子呢？爸爸咋又老又丑？随你。这字念啥？不认识。你都98了还不认识？我认识的人多了，我算老几？行，算不出来别吃饭。我告你虐待老人，惹不起。吃美味。5年后上学去。走不动，坐轮椅去。我自己走。乌龟的速度都比你快，那咋办？我送你。慢点。报告。交作业。答作业。10000字作文完了。忘了现在写。半小时后写完。你得写个10000字作文啊。你刚就这样说的。行，喂，王小呆爸爸，我要向你汇报王小呆的作业，马上来。这么看他咋了？是这样的，半小时后老师我给你处理。爸爸，我不是你爸。哎呦，10年后都70多的人了，女朋友呢？没有。那你还不去找？找不到。找不到别回来。太
太过分了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我口红坏了，赔你钱。不用了，要不你请我喝水吧。好，难道我的春天要来了？就这家吧，一杯水。我也要一杯水。请客。你站这干啥？没你事了。您还没给钱，我先去上个厕所。给你100，不用找了。不过一共10000块，这么贵。刚刚那位女士买了一个包，你这不是咖啡店吗？包和咖啡一起卖，算我倒霉。给你，你不用等了。刚看见那女士打车走了。呜呜呜，都是骗子。假如一天花光6000亿，5亿花完没了，一单不剩。买了啥？800个集团，100座城堡。这不愧是我儿子，我买彩票中了6000亿。啊，赶紧去花完，不然别叫我爷。是叔叔。美味的辣条，又香又辣，好吃吗？尝尝。美味，来50车。回来，打包好了，给你999万。哇，你加10000，这场一起给你。瞧不起我，给你2000万。谢老板，这场你的了。老八秘制汉堡太香了，我尝一个。你吃不起，瞧不起我，普通人吃不起，你一看就是普通人。多少钱一个？9999。我有汉堡，我包了，懒得搭理你。这是500万，能不能包？对不起，是我有点故事太深，赶紧打包。好喝的酸梅汁，看着不错，10块1杯，还加冰，来一杯。好嘞，美味。你还没给钱，不好意思。包账200万。我的天，你打错了吧？你帮帮忙，我爸让我必须花完，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。不要，站住。送你钱还不高兴吗？反正不要。包账200万，酸梅汁就请你了。钱都送不出去。管家，送我去上学。少爷坐好了，起飞。咋一个人都没有？我来了，这路上车太多。我也来了，路上太堵了。不好意思，今天路上堵车。你们都堵车？对呀、啊。你不堵车吗？坐火箭来的。好厉害。管家，给全校师生一人送一个火箭。好的，少爷。就像你们不会迟到了。为了感谢你，给你10000块作为奖励。臭小子，过来。咋了？你头脑聪明，四肢发达，实在是没有败家天赋。所以呢，给你败家秘籍，以后按照这上面做。好嘞，我争取早日败家成功。2个小时后，爸，我花完了，一分不剩。好儿子，给你布置明天的任务。又花钱啊？没错，花5000亿。太难了。假如布置作业是玩游戏，我玩乡村派对，报成绩10分，猜对点分，还贪吃蛇，你太侮辱我了！哎呀，不要出去，不跟你一般见识，给我姐，就这点能耐，过来玩什么游戏？乡村派对，成绩多少？对，厉害，给你乡村派对，凭什么他能玩？他考100分，厉害，我闭嘴，下一个，我玩《动物世界》，成绩60分，你玩不起，我有重庆社会比赛第一名奖状，哇，实属难得，给你迷你世界，玩具落，我要原神，你的作业就是玩原神，哦耶，我也要原神，考10分，没资格选游戏，我还要我的世界，不行，只能选择一个游戏，我这次。考了全校第一，没问题，你玩我的世界，两个游戏玩去喽。我来，我先来，先报你们的成绩。我考1分，我考2分，你先来。林建梅，我先来。嘚瑟啥？就比我高1分，那也比你高。你想玩什么？凭什么告诉你？我不跟你抢，我要王者。真的？当然。老师，我要王者。你缺德。你的作业就是王者。是你太天真，哈哈。我要原神，已经被挑走了。啊，香肠派对被挑走了。酷跑，这还在。快给我。但你不能玩。凭什么？考试得1分，你没资格。跳游戏，那我玩什么？贪吃蛇不行，这小学生才玩。小子，你没有其他选择，只能玩贪吃蛇。老师，你通融通融，真受不了。假如吹牛能减少作业，我先来。凭什么？我是吹牛大王。你吹，我家公鸡会下蛋，减少1本作业，还1本。别丢人了，让开。你来。太平洋是我家的一个水缸，减少成虫500本。我是吹牛大王，是我租给你的，你敢这么猖狂？减少成虫1000本，托你的福。可恶，下一个。我给珠穆朗玛峰安装了9999层电梯，减少失败。为什么？吹这个牛的人太多了，减不了。行，听好了 ，M78 星云索罗奥特曼是我家宝物，我家狗是超级英雄，减少100本，才100本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下一个，我来开始吹牛。马爸爸是我家厨师，他的跑马是我创建的。减少成功1500本，这牛吹的不错。那当然，让我这吹牛大王来。你自己疯的吧？肯定是，哈哈。笑什么笑？等会让你们哭。你来吧。听好了，我同时买了4个手机，左手玩一个，右手玩一个，左脚一个，右脚一个。减少1个字。什么？哈哈哈，太好笑了。不行。太欺负人了，一个字也算不行，我重来。想清楚，你只有一次机会了。听好了，宇宙是我家，我躺在床上想下去吃东西，走了10年都没有下去，球太大了。减少成功扮演的作业。我的天，太厉害了，这就实力，让你们瞧不起我。不敢了，我就是吹牛大王。再减少半年的作业，就说自己是吹牛大王。难道还有人比我厉害？那当然不可能，让他出来跟我比。行啊，就是屏幕前的他们。你们吹牛能有我厉害吗？